这但是个好像现在当官当到一定程度，你书法不行，真不行了。因为中国人评价一个当官的啊，你这个文化程度怎么样，往往就说你书法怎么样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它不是英文呢，也不是这个法文呢。英文和法文它没办法有领导人提词啊。你说，川普这个人是最喜欢表现的嘛，但是他没办法就把那个英文提一下，对不对？我川普到此一游，没办法去。就弄对，啊，那个，那你而这个且呢，中中国国的的这，书法呢是这样的，就是这个，如果你要是囫囵吞枣写写，也说实在，你就写这几个字，什么也别写，就练这几个字，那也挺快的，也不是一个很难事啊。但是你要想全都写得好，那不那么容易。但是你就写这几个字练，那你像这些领导就说实在，就练这几个字啊。你以为他上所有上来都写都好，那不是那么回事。你要是知道。有那个内部，像我，包括我们是吧？那个好多人说让你题词啊什么的，那家里边来题词是吧？那不是你来了题了词就走人，那不行，那都是你放在这儿，慢慢着，甭着急，他慢慢给你写，他写一次不好再写第二次，写第二次不好写第三次，反正写到好了为止再给你。你以为他这上来就两笔就写得好了，那不是这么回事儿，是吧？那还是需要那个练一练的，还是需要那个安排一下的，怎么写对，啊？啊，这些布局啊，是，还是需要练一练的。那我么一般是来讲，你看的我，我那跟你些讲一个人，笑那些话啊，大师级的我跟你，人，啊，给你写的，当场写的，那都是他写了千百万遍了，他早练的不再再练了，上来他就这几个字，知道吧？这不是说你随便给他一个，他就给你马上就写好，这不是这样的，知道吧？那都是他已经练过，不再练的，不再再练的了，他已经都是。画也是画的不再再画了，上来就给你画对，几个，我是找过一位国家领导人题词啊，那么这个题词的时候他答应了，他说你第二天来取吧，你知道吧？我第二天真取了，他比如说我忘了具体几点，他说比如说8点钟来，对吧？我就因为晚辈嘛，又是这个级别差了这么远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就比如说7点半就到了，一到了以后就早到了嘛，对不对？儿子一出来接你，哎，今天看你看老爷子给你在提书法嘞，我一看题词了，我一看吓一跳，满地都是题词正练呢，啊，满地都是题词，你这个，他说你挑一张，挑一张，你觉得哪一张好就挑哪一张，那当然我的马屁功夫也是可以的嘛，我是，我每张都想要啊。行，你这的马屁功夫可以，跟我 有一对不对？比，跟我有一比。那么这个，你刚才就讲的很对，就是说我一下子露出了这个书法的马脚，就是说，实际上练书法，你要完整的像写一篇文章一样的，并不容易，对不对？你比如说钢笔字，你可以一时写得很漂亮，对吧？但是你要书法，啊，比如说写把一篇文章写成书法，那是并不容易的事情，是不是这样？你比如说那个，我岳父有一幅非常有名的字，叫"生正逢时"，啊，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？这个"生正逢时"这幅字呢，对。是这个词是我父亲创的，我岳父创的，人家都是"生不逢时"嘛，他写个"生正逢时"，非常的也有意思。后来很多人都要这幅字，哎呀，好多人要，那就是我亲眼看见我岳父。就为了写这几个字，那练的呀，就是他要摆嘛，写了这样觉得不合适啊，揉了扔啊，那不合适，揉了好的最后，哎，他觉得最好的这幅以后就这幅了，所以后来他这幅字有名了以后，每个人来他都照着一个写，他都照着一个写，哎，就这最后就这个字就特别特别有名气，但是他并不是第一次就写成这样的啊，前面写的他都不满意，然后就自己再重新编排。啊，这个笔长一点，那个笔短一点，这个怎么安排呢？他都先安排好了，哎，最后写到一个满意了，他就觉得哎，这可以拿出来了，可以出手了，哎，那就拿出手了。以后大家喜欢，每次大家都要这幅字，哎，他就很得心应手，上来就写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早就练的，不再练了。那我就不太理解了，就是你汉字吧，是偏旁啊，就是这个有一定的这个笔画的确定，对不对？
当你这个笔画确定以后，比如说我一横，哎，我就这么写了，啊，我一竖就这样写了。对，那他为什么就不能让这个一横一竖把它固定化，哎，可以应和所有的你要求？你要我提什么字，啪，我就可以写出来，为什么不行？哎，那个有啊，你比如说那个楷书，这个比如那像那个谁，他叫什么？田运新呢？叫田什么的？田英章啊？叫什么？他是写那个欧体的。也就是他，你所有的题词他都写都是欧体，都是一模一样的啊，都是方棱棱的正正的。但是这种的话呢，有些人，但是很多人呢，就是评论呢说这个就是小学生的字儿，这太那什么了。虽然你功夫很好，但是这谈不上什么书法，是吧？那有人就有这种评论了。那么的话呢，像一般的题词呢，都是会要安排一下，比如这笔长一点，那笔短一点，是吧？这个笔这个地方重一点，那个笔细一点，是吧？那么这种的话呢，就是有排序的，也就是说呢，有点与众不同的，跟时代相结合的。你像比如我岳父写的“生正逢时”这四个字，那他无论是这四个字创意啊，也符合当代，因为人家都生不逢时嘛。我岳父就我生正逢时，是吧？哎，他就是他有他这个寓意。那么所以它的字呢也要这个笔画呢也要跟着这个走。如果你要这个生正逢时，你要按照那个田运章的这种的，就是说这个楷书，是吧？用这个谁呀、啊、用这个叫什么这个欧阳询的欧体来写，你感觉的好像就没有那种气势啊，就没有那种现代的那种感觉，就是时尚的当代的这种感觉没有了，那他们有时候经常讲嘛，就是那种字就叫美术字啊，就他们很多人就把这个欧体啊，就是特别是这个管格体啊，管格体呢就叫成是说这就是美术字，就像宋体一样，宋体为什么不能？就宋体不就是所谓美术字嘛，啊。所以他们就管这种的也都叫美术、嗯、就是你都是一模一样一模一样的啊，这就叫做管格体啊。管格体的话呢都是有非常的严格的规矩，这儿方的这是方，那儿棱的角会啊，非常非常严谨啊。那么出来全是一模一样一模一样的啊。那么为什么叫管格体呢？就是其实咱们讲话就是公文，写公文的字儿，现在都有印刷体，现在叫印刷体啊，过去呢就没有印刷体，就叫管格体啊，都是这样的啊，写的非常非常规矩啊，行文的，就是在古代的叫清朝行文的字都是这样，非常规矩，工工整整的，哎、啊，这就是所谓的管格体。那每个人你都得过这关，你管格体不过关，那你不行，那你当官都没法当，知道吧？但是你后来呢，这个当大官了，那就有自己的这个也有自己的风格了。那但是这你得当大官，小官不行，你得像张文台这样当政委了，当上将了，那可以。你小人物，你做个秘书，你还谈点什么？那你写的规规矩矩。那你觉得你比较有意思啊？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，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，但是相当多的人是这样的。你以前当科长的时候啊，他就像一个科长样子。哎，但是他有一天当了部长，哎，我发现真像一个部长。有的人你发现，哎，这个人就是有部长相。那么书法这个事情，他当科长的时候是不是书法写的就不一样？当部长的时候写的是不一样，是不是把那个官气、内在的气质、内在的那种权力意识、内在的那种感觉，会通过书法来表达出来？这个是有的，这个是有的啊。我给你举个，老毛这个，对你讲，我给你举个，这跟气势绝对有关系啊，这个跟你的那个工作性质什么都有一定的关系。我给你举个我自己的例子，说出来可能你们都笑死了。我以前呢，因为我在美国公司做嘛，对吧？我是从基层干起的啊，从基层然后干到什么这个经理啊，然后呢又做到什么大部门经理啊，然后做副总啊，后来最后都做到总裁了吧，做到老总。但是呢，因为常年的是吧，在别人手下当官，常年的做副手，常年的这个都是做这个不是做第一把手的，都是做副手的这种的这个习惯。所以的话呢，我们的坐的比如坐在沙发上跟人家聊天，跟人家谈话，
比如说对方是个是，比如说我跟老总说话，那我们一般来讲呢，这个屁股啊都坐在那个椅子的半边，就是不能全坐在后边，不能靠着椅背，这是不行的。沙发你不能靠着沙发，椅背不行，你都是这样前头，哎，这个屁股只是半个屁股，哎，坐在沙发上，半个屁股呢就要在沙发外头，你知道吧？哎，那腿呢是比较并着的，啊，这样讲话呢显得呢你对这个领导啊，比如部长啊，那么局长啊，你对显得对他们很尊重，是吧？那么我们呢就培养我们训练我们的时候也都是这么训练的啊，你不能说你跟部长谈话啊，你仰在那儿啊，这四仰八叉的，这不行，是吧？都特别规矩的，哎，手要摆在前，放在两个腿上，哎，说话一二三，怎么样汇报情况。那么常年的这种训练啊，说话声音也比较小，是吧？这常年的这种训练以后，就我们就成了这种习惯了。后来呢，我当老总了，当老总了呢，你就不能再这么做说话，那你这成了秘书了，这个是秘书的这个做派，你不能成秘书做派。但是因为常年这习惯嘛，已经养成这习惯了，所以呢，我有时候就是。你跟人一说话的啪的屁股就半拉屁股就侧出来，然后呢就往前手就放在这个腿上了。我刚讲了一句话，突然发现哎不对，这我现在是老总，这怎么跟那个下属说话能这么说话的，然后马上我就把手往那么一拉，然后就靠在后边的椅沙发背上了，然后就是一个老总的形象出来了啊，这就是什么就是这我跟你实话实说，我不怕难看，就是你本来是这个小秘书的动作是这样的，然后突然发现不对，然后赶快就手一放，哎呦搭到后边就成这样了，就是老总的姿势了，对吧？这个真的是有不同的，这个咱们实话实说啊，这真的是不同的。你看老总的派啊，就是一个都是靠在后边啊，怎么样啊？哎，老彭啊，怎么着？哎，这派的是吧？你要是这个不是老总的时候，哪那么说的？哎，大哥，你怎么样啊？哎，都这么说话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每个人那个到了一定级别，真的是变化马上就不一样了。嗯，那我就请教你，你觉得老毛的这个毛体啊，是不是就是毛体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只有毛泽东才能写出这样的书法。不是，他毛泽东他对书法也有相当的研究，他也临摹过，后来呢他就是墨，他主要呢还是看那个这个唐怀素的，就是怀素的草书，他专门研究这，他别的不研究，就是也研究，但是最专心的后来就专心的就研究怀素的这个怀素体啊，然后怀素体以后呢他就老写，自己老练这个照这个写，你看看毛泽东年轻时候字儿也不是这样的，也是别的样子，对吧？后来老这么练，而且他写的不好就扔了，写的不好，他现在这些什么长征啊，这些诗词什么的，都是写不是一次写好的，那都写了几十遍、几百遍，写好了之后，其他都揉了，都扔了、烧了，就剩这好的这张留着了，其他就都没有了。那你看他那个，他写那些毛泽东写的那些就是手稿，就是那个文件。就起草的文件，那跟这个完全不一样，那完全不一样，那个是吧？那是很随意的，这个都是经过自己的这个特殊的安排，哪个字大，哪个字小，是吧？这个跟那个勾连，那个、跟这个勾连，那全部都是研究过的，然后安排过了的。现在的诗词才写这样，当然它的体呢，主要以怀素体为主，啊，主要以怀素。他年轻时候其实也各种体也都练过，但是他是以怀素体为主，就像我吧，我是以二王为主，就是王羲之、王献之，以二王为主，然后在这上面再进行一些变化。那么毛泽东呢，他是以怀素体为主，然后在这上面进行一些变化，所以他呢，他还是有相当一定的功底啊。他还跟别人不一样，他的字那要比郭沫若好太多了啊，要比郭沫若好太多。为什么？因为官大很多，他下功夫。那个，你从一个从面，就是说，你比如这一幅字，啊，你从这个图画的这个形象来看，是吧？那个安排的也比郭沫若的要好，啊，他很有气势，啊，很有气势。另外呢，这个大小结构严谨，啊，这个互相穿插，是吧？这些的排列都是很好。这个呢，这个是。你个人的一些艺术的一些追求和你个人的艺术的感悟
啊，这个是跟个人感悟是有关系的啊。有些人就是那么就那么罗列这么写，那个就弱一些了。他这种是互相穿插的啊啊，互相的这个前后都搭着够着。是吧？每一个地方，就像我们画画的时候，这个地方缺的东西，啪，你得补上。那儿太多了，你得淡化它啊！你这样才能出了一个让人觉得哦很完整的一幅图案啊！这书法呢，就变成一幅很完整的图案才行。就像其实就像图画一样了，啊，已经图画已经是绘画形式了，带有这种的形式，整体结构啊，不是简单的写一个字儿的问题，这个整体结构。那毛泽东这方面的话呢，反正我现在看目前来讲，能够超过他的真的还是很少，没有。嗯，没有想到我们今天啊，本来要录两集啊，看样子这一集节我们谈书法可以一分为二，变成两集了。啊？因为真的吗？对呀、啊，我觉得今天谈的太好了，今天谈的太好了，今天太长，我们把它分成两集分出来，可以吧？那我们原来要想讲那什么的那个。讲了什么呢？不能讲，保密，下个星期，哎，咱们要的就是保密，下个星期再说，下个星期再说啊。这次就谈了这个黄广裕和范增打架的事儿，对对对对，你不知道他在香港要打架这事儿，你不知道吧？我当然知道嘛，因为这个两个要打起来了，要好家伙，都派了这个黑社会开掐了，都已经。当时黄文玉呢在香港啊啊，那么他呢还画了一些画啊，其中有一幅画呢是讽刺李鹏的啊啊，把他李鹏讽刺成一个乌龟，对啊，发表在这个90年代上面啊。你知道这个黄永玉啊跟谁的关系好你知道吗？跟黎智英的关系特别好哦，哎，他跟黎智英的关系那个特别好。开始黎智英的那个一周刊啊，里边每一刊里边都有那个黄黑蛮的画。本来呢是黄黑蛮呢，他们好像要介绍黄黑蛮呢，跟黎智英的是小姨子还是什么妹妹，我也搞不清楚是谁，我现在当时记得，现在有点忘了，是想谈恋爱这种关系。所以这个黎智英呢跟这个谁啊，这个黄永玉关系特别好。而且呢因为黎智英是做生意的嘛，他也有好多交给这个谁啊，这个黄永玉怎么样的这个把艺术变成生意啊，这方面呢他们俩有很好的这个交流。这我是因为我跟黎智英也那个也不错，以前那都太早以前也见过啊。嗯。所以呢好啊，我知道啊，嗯，那我们就一切留给未来再讲，慢慢讲啊，嗯，下个星期讲 啊。今天一口气我们讲了快两个小时啊，哎，非常的辛苦啊。虽然讲的是艺术啊，讲的是书法，但是跟官场我们是密切连在一起了啊。是，今天这个艺术家和官场的当官的这个关系，这个确实也是中国的一个特色，中国的一个特色。对啊，因为在美国没办法有特色嘛，你说川普想提词，他没办法把这个英文提出来。哎，对。中国呢，你别说他这个当官的，还真是不少当官提词，有的那提词那字儿真是难看的，我的妈呀，实在看不下去，实在是看不下去，都写，每个人都写。都提到哪儿都提啊，好了，有意思，感谢我们的编导，感谢彭萨里先生啊，感谢我们的观众，感谢编导辛苦了，哎，对，那么多的画，那么多的字啊，一一的挑出来再给大家讲，对对对，谢谢，下个星期见，谢谢大家听我胡说，再见，啊，再见。